107学年度的国中排球甲级联赛在天母北师大天母体育馆热闹登场。今天季军战就是要上演的哈，最后的名次赛呢，季军战有两场，然后冠军赛也有两场。女子的季军战呢，将由新北积水国中的对战高雄的大寮国中来争夺女子的季军。那大寮本来今年期望哈是能够一举呢冲到这个最后的冠军赛的，但是也许在准决赛表现失常，那么最后还是落败，没有办法突破像双十啊或者建国哈这样的一个霸主的地位。但是积水国中呢，在中和这边呢，也有同学来帮积水国中来加油，大寮国中也有啦啦队。那在前场比赛，屏东的内埔国中呢以3-2击败了大安国中，所以获得了国中男子组的季军第三名。那么在这一场的女子季军战之后呢，下午预计4点，但是看起来应该会稍微晚一点了，因为都厮杀的难分难解。女子冠军赛由云林建国对战台中双十，最后压轴男子冠军战由北师北安对宜兰礁溪，宜兰礁溪第一次打进到了国中男子甲组的最后的冠军战，缔造历史。那双十则是寻求连霸，也很高兴的邀请到了美静老师。美静老师，你刚好呢也是这个大寮国中毕业的，对，我是大寮国中的校友，是啊，有这杰出校。你们那时候是不是也拿过全国冠军呢？对，我们这一届跟上一届学姐，我们是2-8两次这样。而且我们上一届学姐其实还蛮厉害，他们在国二的时候就拿到第二名了，对。然后到了国三的时候就对就理所当然是拿冠军的这样子。你们也接上棒是，然后也就是还蛮传统的，就是都直升到中山工商去。对，那今天很开心，就是大寮国中的校长，那中山工的校长其实也有莅临现场来为选手加油。是是是是，好，这样哈，大家一起参与哈，然后也照顾这些小朋友哈。是。那听说就是因为两个学校很近哦，大寮跟中山工很近哦，非常的近。有的时候你们晚餐呢，就是到中山工商的餐厅去吃饭这样哈。对对。那中山工商也提供了营养啦，还有晚餐的这个照顾服务。对，其实中山工商历年来其实都会去照顾大寮国中的一些选手，那就是看大寮这边有什么样的需要的话，其实中山工商都会去伸出援手，那甚至给他们就是需要什么样的资源的，或者是比赛都会去做一些协助。对，是训练也好了。然后或者需要教练帮忙哈，也都马上呢就提供就近的这个协助了哈。好，所以是让这些小朋友，如果他们喜欢排球的话呢，就是可以来听听看哈，就是有一个安定的一个环境哈，让你来发挥。是，那有这么好的一些支持啊，那其实因为校方真的是全力的在照顾这些小孩子，其实真的是蛮好的。尤其是在早期还没有防护员这么盛行的一个状况，其实中山工商就一直有这方面的一些照顾。对，是。就专属的防护员哈，还有防护室，对，整个设备没有错。哇，所以等于这样的话，也许选手包括受伤呢，可能会得到较好的照顾了。是。另外就是预防受伤这一部分呢，还有就是说，甚至营养的部分也会哈，是啊，所以你们看起来都是比较瘦瘦高高的。对，所以学校其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花费的一个经费里面，其实是很庞大的。哇，所以真的也感谢中山工商哈，长期已经可能有40年的时间，很久了，很久了，对，而且又有还不错的宿舍哈，对对，然后大家团体生活哈，是教育的一环。对，那其实甚至在用餐的时候，都是学校的校长跟校长夫人他们，我们是共同用餐的，校长也一起，是，对，让小朋友们哈觉得。就是受到一个团体的照顾哈，就有一家人这种感觉哈。对。好，那白色衣服的积水国中呢，其中呢我们也看到了17号的廖佳安，17号的廖佳安呢身高175公分，那么他预计呢也会参加这个 U。最近是 U16 吗？还是 U17 的选拔？是不是2月22号？是。哦，不然廖佳安，然后就是先发的是这位。对，是有一个17岁以下的一个选拔，然后跟19岁以下的一个选拔。OK。那就是要预备明年的17跟19的亚洲的亚青的比赛。那廖佳安也不无可能哈，会入选。蛮有机会的。是。
今天也看一下廖家安的表现，击碎一样是他们下午呢大概4点到7点练球，练完球以后呢吃完饭呢也有晚自习，那家长也都很注意，所以他们功课也都还不错。那黑色衣服的大寮国中哈，大家很开心的哈上场，然后教练这个吕才子哈，对吕才子叫吕教练，吕彩莹，对不起，彩莹教练现在也跟着每一位选手哈来击掌。同时也蛮巧的，就是大寮国中啊以及击碎国中呢各有一队的这个双胞胎，各有一对双胞胎。那其中大寮国中呢是9号的杨美仪，还有10号的杨美玲，两位呢是这个双胞胎。那在击碎国中方面，则是16号的谢佑珍以及19号的谢义珍，两个是双胞胎。真的像是一个家庭的一个气氛啊，或者组织这样哈，就是凝聚力很高，这样我觉得相互扶持了哈，就如果打得不好的时候，难过的时候，互相也鼓励一下。对，所以其实等他们毕业了，步入社会，他们会觉得这一段其实是他们最值得回忆跟精彩的一个片刻。是哈，对，其实我们到现在也是。哦，好，那你们。都还有校友会啊，哈，会联系。那聚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就回忆当时的一些酸甜苦辣，然后也很享受就是后面的成果。OK， 好，这些喜欢运动和喜欢排球的小朋友，那么在平常训练，应该也是要求很多了，也是希望能够哈多练啊，在球场上好好发挥啊。我吃。练球的时候会不会累到就是你要甚至要哭啊，或者掉眼泪啊这样？他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小孩子，他可以在各个运动里面啊，我觉得可以去培养到现在小孩子比较缺少的一个挫折容忍力的一个部分，所以他们在训练的过程的话，我觉得可以去磨练这一块，是现在小孩子比较少机会去学习的一个部分。是。好，这一场国中排球甲级女子组的季军战的黑白大战呢，正式的展开。一开始发球的击碎国中的3号张嘉恩的发球的得分，已经慢慢这些选手呢适应了这个北师大天母体育馆比较大的这个空间，但是修正的进攻蔡义杰发生了失误。刚开始总是紧张哈，有点乱流。对。那空间比较大，有时候动作其实要稍微做大一点，因为会感觉是变慢的。变慢的，对，所以动作上如果稍微再大一点的话，其实时间上才会去刚刚好。对，刚刚好。慢慢的渐入佳境，也守了起来了。修正球再交给蔡义杰做修正进攻，贴网的扑下去。谢佑珍啊，双胞胎的姐妹之一。第二球的偷袭的得分，击碎国中取得3-0领先。去年也是这两所学校呢来争夺这个第三名。那去年是因为击碎呢3年级比较多，所以去年击碎赢。那今年变成大寮3年级比较多。是。廖家安出手被拦下来。面对到对面是178的洪家瑶。洪家瑶拦网的得分哦，而且资料上是他是不是也可以举球？是洪家瑶。当然，身高有178公分哦。家瑶看看也会不会发展成个全能球员？是左手的举球员呢，谢佑珍。这次要加中间快攻得分，而且击碎还有9号的翁子云呢，也有到170公分。那廖家安则是175公分。翁子云的发球170公分，53公斤。翁子云也有潜力，直线进攻。朱介，蔡杰，蔡杰总得分74分，他的攻击成功率呢是36.09%，排名在第6位，篮网排名在第7。只是一开始哈，手感哈，慢慢的调一下看看哈。是。发球失误的是翁子云。击碎取得了5-2的领先，所以一开始可能
还在适应哈，有一点紧张了，所以大部分都是失误来哈来得分或者失分。对，是那国中阶段可能因为年龄层真的是比较小，嗯，所以选手的一些起伏其实会比较大一点。廖家安攻击卡乔，廖家安攻下了两分，他的得分呢是占了全队总得分46%，将近46%，140分的得分。那140分总得分呢，也仅次于潘宣荣。举球员的谢佑臻的发球失误，已经有全队有两次的发球的失误，不过积水还是6-3领先。蔡一杰的发球，蔡一杰攻击成功率是36.09%，排名在第六位。右边廖家安斜线界内哦，哇！廖家安有稍微看起来哈，就是吨位比较大一些哈，但是有点像那种嘉玲哈，嘉玲张嘉玲那种味道哈，有 power 在，那就更有 power 了。目前他已经攻下三分了。这边重扣下来的四号的黄佩珍，直线进攻扑下就起，再来一次长攻，想做 touch out。12号的陈以杰，3号就是张嘉恩，右边重扣 touch out， 黄佩珍得分。大寮国中的4号黄佩珍身高有177公分。他的总得分呢是71分，篮网的表现呢只是排名在第八位，另外攻击成功率也是排名在第八位。靠网的球了，只好点得过来。谢佑臻，右边黄佩珍直线被廖家安守住，在左边张嘉恩出太长，好，积水慢，这个大寮国中好慢慢的追进，追成了5-7。看起来会慢慢的稳定下来。是是，今天其实也还蛮期待陈颖杰的表现，因为他在上一场表现的蛮好的，非常好。对，以他的身材条件来讲的话，其实是表现的很好。只有162公分，并不算太高哦。球衣号码是12号。黄佩珍在左边、右边进攻，这边就是张嘉恩。再给黄佩珍右边截线，还是守了起来。是谢佑臻守住转直线的进攻，张嘉恩的得分。在第一次进入暂停的时候，积水国中呢是以8-5领先。国中排球甲级联赛女子组的季军战，黑白大战，白色衣服的积水国中暂时领先，在北师大天母体育馆。好，大寮国中的啦啦队哈也来到现场哈，另外中山工商的加油团应该也是帮大寮国中来加油哈。另外您讲到就中山工商的董事长是不是？是。也来到了现场。是。好，至于白色衣服的积水国中对战黑色衣服的大寮国中，这是女子组的季军战。积水国中准备发球是15号的蔡新元，身高168公分。总得分47分，他发球发进了7分，哇，发球有威力。
我至少看到大寮也都很有精神的哈，大家一起去救球，然后赶快的跑回来准备下一球，基本不放弃，都不放弃，对，最都很积极在准备。接发球被破坏了，修正，就是你刚刚讲的哈，十二号的陈以杰拦到，陈以杰在后退，背后举球，右边黄佩珍被拦下来，击碎，保持10-5领先。是不是在进攻上多做一些变化了？要不然容易被对方拦下来。嘉豪这个球其实举那个方向是对的，但是球的品质其实有一点点落差，跟预习的对。那所以其实佩珍在要击这个球的时候，其实球已经在拦网的手上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个球。那其实戴豪现在的话，佩珍其实蛮重要的，他如果可以跳出来处理一两颗球的话，那也许这个情势就可以去做逆转。也是哈，就是也会增加他的信心。是因为佩珍的位置，其实他本来就可以打得很好的。那上一场跟目前看起来，觉得好像还没有发挥他的水准。OK， 佩珍得到总得分71分，刚刚讲到篮网平均每一局是0.38分的排名第八位，另外他的攻击成功率排名第八。判断正确而发球的失误，6-10，大寮追进一些。在第一局，目前击碎国中有3次的发球失误，大寮国中是没有。发球就是佩珍，现在黄佩珍到哦，过往击碎，直接大包，还好有注意到拦网，右边转成直线界内，李云婷的得分14号。教练认为是出界，但也许角度上的问题也不一定。是李云婷刚刚得分164公分，他总得分34分，他发球也很厉害，还好救了起来，接着以杰爬过来，任何方式得分都好，陈以杰得分162公分，也敢打哦，看起来哦。这两场的比赛他确实表现得很稳重，这还只是国中2年级的学生，球爬过来，中间有翁子云攻击，在左边就是蔡逸杰，张嘉恩被拦到，还有卡吧，这自由球员表现得不错，后排廖嘉安再来被飞，右边估计得分不简单哦，国中组哦，李子嫣，国中也腿力是不是比较弱一点？是因为国中其实还在成长的一个阶段，所以大部分重训等等这个时间上不会下的太多，那所以一方面也为了保护选手的话，单脚的部分会比较去避免一点。 OK，破坏对，那所以子嫣的话其实算单脚算打得蛮出色的，在国中的阶段。对哦，蔡逸杰攻击得分，大寮目前至少大寮就是说他有5个球员有得分嘛，就是也不完全是在佩珍一个人身上，是大家平均的发挥，那让举球员也可以做一些变化。是直线发球很有威力，救得还不错，不太难了，太难了，廖嘉安奋勇的过去救球。廖嘉安呢也看到，虽然是主力攻击手啊，虽然是大高个儿，但是也很肯跑哈。是，我点过来了，还不错，谢佑真。北飞又是13号李子嫣。哇，而且这回手腕也用力了，对，他其实复赛的时候就有这样子的表现了。哦，那所以上一场可能是因为接发球的一个部分哦，来回球都比较没有到位，所以比较没有发挥到，蛮可惜的。在准决赛的时候1-3输给了双十国中，修正处理的是张嘉恩，这是一个机会哦，这回换成左边蔡逸杰攻击的得分。好，现在大寮已经追进了，而且反倒超前了，是因为当快攻手有一个发挥，他的隐忧性就高，所以相对的对方的中间拦网的时候呢，要移过来的时候慢了一点的时候，我们大炮手就很好去做突破。击碎国中叫暂停，不要那么好骗。
骗人家那个酒都还没出来，可能就跟过去了。他刚刚前一个那个酒根本不可能从后面呢、啊。啊，冷静一点，慢一点。因为他那个酒举得很高，你不用举啊，你来。啊，加油！接一个，接八九没有接好的问题，来，一二三。那积水国中他们在那中和那边呢，就是小学哈也有排球队了，积水国小了哈，有两三个小学有排球队哈，所以他们就衔接上来哈，让这些球员呢，他们到国中了，如果想打球的话，还有积水国中可以继续训练比赛。贴网的球，加压，再来看大寮的处理，背飞又是李子嫣。直线攻击，今天李子嫣到目前为止3-3，三次进攻都得分。他的篮网的得分呢是每一局有0.783分，排名第二名。啊，篮网的总得分18分，李子嫣。但是今天是看到他快攻的表现。嗯，是。陈宇杰8球15，是今天大寮国中的第一次发球的15。13-12，1分，大寮国中领先。积水国中3号的谢张家润的发球，欧巴喽，哇，还有，再来一次，可能直接偷袭，又是谢佑真，已经有2次哈这样的第二球的攻击。那是前排的篮网也要去封阻。是举球员，因为前排的其实他如果跳起来可以摸到的话，有时候他也是算拦网，这样子的话其实不算一次击球，不算、对，那也可以让球稍微垫高一点，其实后面的就更有时间来做一个接应。也是哦，对，就每一个人都有在准备，是互相帮忙一点点，这个球就很好打，就比较好打哈。好，蔡奕杰目前个人攻得了3分，也帮助大寮呢再稳定下来，要回了领先14-13，发球过网击最直接。哦，还好，这我看到这个谢佑真也很有经验，举球员左边蔡奕杰，对不起，廖嘉安吊球，因为他高啊，然后动作又蛮大的。因为我突然掉个小球，对，这个球可能要加油自己来转身，因为就在他的头后面而已。哦，对，那后面的要接，反而会怕撞在一起。6号的洪嘉瑶是队长，那身高178公分的，可以跟这个廖嘉恩来抗衡一下，然后是也是精彩的常人的对决。欧巴直接进攻，上手再垫高，还有球，对。不过是击碎的呛死了，哎，还好，我们也做给了廖嘉恩来处理球。下一节的吊球，右边廖嘉恩攻击，或许靠近中间手的哈的附近的球可以哈尝试来救救看。是，所以其实训练的过程会练很多自己的一个拦网转身去做接应的动作。我那反应要很快，是。廖嘉恩目前已经攻得了5分，右边背飞杨美仪，双胞胎姐妹，廖嘉恩转的还不错，就是他手腕哈还能打一个斜线球。廖嘉恩个人攻得了6分，这一点也是大寮呢可能要特别提防的。在第二次进入暂停时，积水国中还是16-14领先2分。国中排球甲级联赛女子组的季军战在天母。
好，七岁国中的十七号的廖家安呢，看来是队上的灵魂人物啊。是。加油团也特别呢来帮他加油。廖家安呢，就是总得分呢是仅次于这个双十的潘宣荣。是。然后呢，140分，然后。他的得分占全队46%。对，嘉安是整个球队里面的一个重心。对，所以他在后排的时候，其实失分就会比较多一点，因为没有办法去做突破。接发球过往其罪的情况下，彩英教练也是头痛。这回接发球到位了，也是被飞，则是杨美仪在右边，廖家安转成斜线，直接攻击，反应也蛮快的啊。下一节，大寮拿下了这分15-17。2分的差距了，那现在由佳瑶来发球，洪佳瑶。队长，而且也可以担任举球，并且拦网，破坏了哦，no in，这样大寮是16-17。在切发球这一环，美静老师，你怎么训练你们安乐高中的同学？我们的训练其实会有一些部分练习跟分散练习，还有那个整体训练的一个部分，所以都会去把它做一个拆解。那有时候我也常常会可能分开前后左右会拆开练，那再来做一个整合性的。那直线跟斜线就是另外一个拆散式的方式。对，那就是希望可以精益求精啊。对啊，但是好像往往跟想象还是有点落差，所以需要再加油一下。这是一个拆散式的一个训练方法，那等于模拟各种的情况。是。前后排也分开来。是，那一方面就是也是算是一个基础动作，让他熟悉前后左右的一个步伐。也是，也是。这个吊球还是能够得分的，廖家安现在已经攻下了7分，形成了拉锯了，互有领先。当然现在积穗还是领先1分，积穗国中把双胞胎姐妹的谢佑真的换下来，换上了7号的林钦佩，替补的举球员，他发球也不错，防守应该也很好。右边攻击得分，下一节右手的选手在4号位这边也不是那么好进攻了，是是，那至少敢处理。目前下一节个人攻下了6分，双方18-18平手，又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对抗，季军战。右边加安吊球，其实已经准备好了哈，是嘉怡已经安排好人在那边等。对对，应该是佩珍已经过来了。对。不过积极的态度是好的了。没有错。对。廖家安得到了8分，爬过来注意接发球不是太顺，修正球到左边，慢一点起步起跳，陈以杰，嘉安防守也不差，做处理的是张嘉恩。再给左边陈以杰越群162公分，他翘，攻击了蔡新元。这几个160到163的这些球员呢，徐婉云啦，或者妞妞啊，这个现在的这个陈以杰也是这个样子哦，没有错，有他破坏力哦。对，人小志气高，人小志气高，对，小巨人发球。在失误没有太多了，可是就出现在20分左右的时候就很要命，很痛的。没，这个彩英老师，欧巴喽，小心！好，最后很快的处理了。张嘉恩的处理使得积穗现在领先2分了，21-19，大寮国中呢叫出了暂停，还有的拼。
你们要放开打，不放开打，你们就是今天就是哦，苦战，要不然就是输球啦。陈教练跟算你学姐吗？对，已经也带了好几年了哈，是带了大寮国中。那白色衣服的积水国中，他们平常呢练习完了以后呢，7点钟以后呢也有这个晚自习，家长也来陪伴他们这个，还有就是课后的这个辅导。所以他说，像这个佑真呢、义真和双胞胎姐妹，他们的功课平均成绩都95分以上，嗯，很棒。往上处理，再来跳起来，后边爬过来 ，no in 蔡欣元差一点点，算下来的话，积水国中有一半的这个二年级的同学破坏了接发球，发球的得分，张嘉恩没有接好，黄佩珍的得分。佩珍她的发球得到了13分，那篮网是排在第八位，另外攻击成功率也是排在第八位。教练的心脏也要够强啊，稳定性。对，因为在发球里面其实是希望先求稳再求强。是。这边积水国中发球的是14号的李云婷，接发球到位，有快攻背飞的机会，子嫣好球。攻击的得分，李子嫣目前李子嫣攻下了4分，而且他攻击有效率，几乎出手就有。需要很好的这种腿力，腿部肌力。对，因为他是用一只脚去做一个单脚跳跃的方式，那所以会加上手的一个带动会好一点。哦 ，OK。再来看看，又是背飞给李子嫣，李子嫣打碎身，这回被救了回来。再来一次，李子嫣掩护，反而是左边的蔡逸杰得分，有一些变化哈。是。举球员的佳瑶哈也做一些变化，而且他自己第二球也可以做攻击哈。对，而且他非常的高，如果他是前排跳起来球靠网的时候，对方其实不得不跳。也对，因为他可举可拨。大爆你不是一个人很漂亮，好，你举球员跟补举就直接来了一个大爆，然后你就跟过去，就是他打背飞的那一球，听到没有？跟你要棒，我要过他，在中间呢、啊。暂停时间到。我们要喊出来帮他们接，来下来。包括在接发球，希望有一个好球，自由球员扮演了蛮重要的角色。另外举球员呢也是组织进攻。到了最后的关头，第一局的比赛23-22，一分差，黑色衣服的大寮国中领先，发得不错。修正球中间处理掉后面，哦，好球扑过来了。这个点球的得分呢，由佳瑶得分。这个球蔡逸杰救得非常的漂亮，这分好有一半应该算他的。对，他从发球区呢直接冲到了几乎是网子下面，这个球非常的关键。来到了局末点，第一局也发了还不错，接发球也还不错，也注意到了佳瑶这次没有偷袭，而交给蔡逸杰攻击得分。第一节的比赛由大寮国中以25-22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其实在先前两次的暂停的时候都是落后的哈，是，但大寮呢还是稳住了哈，是逆转。陈以杰的那一个球其实很关键的。1-0。
在第一局的比赛呢，是由高雄的大寮国中的逆转拿下了第一局，25-22。那攻击的得分15-12，多了3分，失误呢最后也减少了一些失误，而能够获得胜利。最后是25-22拿下了第一局。双方都很接近，黑色衣服的大寮国中对战白色衣服的积水国中，来争夺107学年度国中排球甲级联赛女子组的季军。廖佳安是积水国中的灵魂球员，也有机会入选了亚青的国手 U17 的国手。接发太靠网，不过谢佑珍很快先拨球处理球，直线守住修正后排攻击给张佳恩，时间差进攻，蔡玉杰，3号的蔡玉杰身高170公分，表现还不错哈。嗯，从第一局到现在，对，慢慢的进入状况。对，攻击成功率是36.09%，排名在第六位，篮网得分平均每局0.381分，是排名第7。陈玉杰，刚刚那一局有惊无险的哈，就看到大寮逆转获胜了。是，看来这个教练呢也稍微松一口气。我还早，太大出界。9号的洪子云发球，这是他个人第二次的发球失误。洪子云身高有170公分，马上请过来提醒一下。是，就是好不容易。拿了一分哈，然后又有可以发球这样哈，是，希望持续下去。靠网篮球加油，很快的处理，至少加压。大寮在第二局还是3-1的领先。一般会不会就是北部的同学的体型比较高大一点？但是就是，当然不能这样分了哈，就是你们在中山也或者大寮的时候哈，也是攻击，对，也是训练的，我觉得训练可能更多一些哈，更或许有系统或训练量更强一些。嗯，我们比较小的时候，其实会感觉北部的选手食物身材条件会比较好一点。OK， 那可能跟家长的照顾跟营养方面，可能也是有一点差别。现在慢慢的，应该营养这方面已经比较好了，比较平衡的，对，没有错。对，那甚至可能甚至要有一些节制，或者是说哈，是讲求营养哈。对对，其实现在还是讲求均衡就好。均衡，对对对。廖佳安攻击被拦到，再来再给廖佳安一次，这次吊球。垫高踏吧，差一点点，还不错。确实，就像这美静老师您讲，如果佳恩是在前排的话，就是击碎的一个机会。是是，也是他们一个连续得分跟对手拓开的一个机会性比较高的一个部分。对。左手处理了刚刚蔡一杰，再来一次。交到左边来，这一回这是黄佩珍的攻击，对，大寮还是保持5-3的领先，给一个球也又敢去面对他哈，来处理，是是，所以选手的抗压性其实蛮高，因为一个球来，你要选择要攻要打，跟选择点其实都是一个抉择。是啊，对，确实哦，就是好像你面对一个任务一样。是，这一次重扣虽然被拦下来，在还好就是有6个球员哈，大家一起团队的合作。再看看，一共12个球员。左边陈宇杰他敲，小棍儿，6-3。专打他敲。对对，他其实还蛮聪明的，因为有人拦好的时候，其实他就不会去做往下打的动作。这边就是张佳恩，积水国中3号，左边12号陈宇杰，至少做他敲，右边做个吊球，
大家要注意到，至少篮网的选手转身过来处理，吊球也被张家安守住，后面哦球没有落地哦，跟气牌差不多，最后他需要右边的攻击得分。李云婷的发球的是名的第十位，发进了14分，总得分34分，身高164公分，所以号码14号，目前攻下2分。蔡新元的发球，个人时间差慢一点点，起跳也有效。造成了触网。是。杨美仪今天第造成了对方的失误，杨美仪的发球大都很接近，还是决定了处理修正。后排廖家安卡吧，垫高在左边，张家安太长。好，这样大辽国中是8-4，在第一支技术暂停的时候呢取得了领先，这是第二局的比赛。但击碎哈也是有机会反扑的，其实在第一局呢两次技术暂停都是击碎领先，不过大辽获胜。现在第二局目前大辽领先。好，北师大天母体育馆哈，今天是排球日的活动，排球的嘉年华会。那国中组的最后一天的比赛，季军战、冠军战呢，都要在今天来举行。那加油团哈，大辽国中也好，积水国中也好呢，都也是很热闹。那也谢谢这个美金老师带来这个基隆的三明治哦，好吃。谢谢主播。大家等于好像一个 party 一样，都很开心的。又有精彩的好球可以看，是北非之好球烟。我觉得他攻击成功率蛮高的。对，那单脚给他的球数也比较多。即使已经哈过来拦网哈，翁子云已经过来，不过他也知道如何来突破哈。对，从两个人中间是击碎落后情况之下，翁子云。这回就是击碎拿下了得分。翁子云的身高也有170公分，条件也是不错。总得分并不是太多，慢慢也在进步当中，才只是国中2年级。右边碰到了标志杆，攻击出界佩珍。慢慢的击碎国中又追进了，是两队也是很接近。有时候领先的球队会放松了一点，这样会有时候会些许落领先比较多分的时候，是还是靠纸烟的哈。对，最稳的攻击。纸烟现在的单脚背飞几乎是1球1分哦，真的几乎每次出手都有哈。是击碎的自由球员6号的邱诗琴，他的防守呢是排名在第10位，平均每一局有3个。防守的好球，但是佩珍发球失误。佩珍最近的失误稍微多了一点点哈。那这个彩英老师看起来要求选手也很严格哦。是。你会这样吗？也是会。同一家出产的。OK 啊。
静怡老师比较算和蔼可亲吗？稍微温柔一点。温柔一点。好，基本上现在大寮就是靠着紫嫣，然后这个以杰哈这两个人来稳定的攻击哈，是来得分。天杰发球破坏了接发球，后排的处理球的十四号的李云婷，时间差的攻击也守得起来。再一次李云婷，后排处理也注意防守。左边斜线蔡毅杰反弹，蔡毅杰的得分。大寮保持稳定的领先，12-7。积水的自由球员邱诗晴哈也很努力的哈在救球，不过积水落后5分，所以叫出暂停。积水国中的毕业的学姐呢，也分散到各个学校去了。那根据教练他们是说呢，就这一次的高中女子组的决赛的6队里边哈，有4队呢有积水国中的学姐。哦，是。对，就對就是因为积水国中他每一年毕业的选手其实也还蛮多的。对。那所以他们的优秀的选手，其实各队都会想要去拉，对，去吸收他们，对，没有错。陈颖杰现在参考已经攻下了5分了，包括了8球的得分。积水这时候呢，把12号的林宇杰换上来。林宇杰也是3年级的学姐。左边蔡毅杰吊球，这一下诗晴扑了下去，一吊江安吞 ，no in 啊，还被拦下来，被拦下来，哇！应该是蔡毅杰直线。那边，而且其实紫嫣也很快移过去了哈，帮忙拦网。霸包又是网上的直接的处理了，加油。看起来大寮在第二局是进行还蛮顺的哈，是回过神的，整个运作上是比较正常的在做发挥。对，那从快攻手的单脚背飞，从第一场开始之后，然后接着第二场，整个就进入状况了。现在15-7的领先第二局，积水要想办法，可能要从接发球开始，是大寮的机会哦。背飞紫嫣这次吊球吸快。再来左边廖家安斜线进攻也守了起来，修正到左边来给蔡毅杰斜线的进攻的得分。蔡毅杰目前个人呢已经攻下了13分，第二局比赛还没有结束。那现在15-7，大寮还是保持稳定，已经16-7，大寮在第二局进入暂停时候拉开了领先的优势。休息一下。
好，大寮国中呢对战呢击碎国中的国中排球联赛甲级联赛的女子组的季军战，在厮杀激烈的过程当中，那些大寮呢是略微领先，白色衣服的击碎处于落后。那击碎国中今年的二年级生呢还蛮多的，像李云婷啊，15号的蔡欣媛是，谢佑珍啊，都是举球员的，都是二年级。发球陈以杰出界，今天第三次的发球失误了，应该还好吧，哈，他表现这么好，是。好，现在击碎的发球，翁子云的发球，翁子云体型条件不错，不过教练认为他可以再更灵活一些。斜线蔡玉杰，吼吼，14分啊，个人。也还蛮希望像蔡玉杰这样的球员能够再长个5公分这样哦。又协调性也很好哈，没有错。然后你有胆识哈，基本动作也很棒。再给左边蔡玉杰，最迟转直线进攻。还有一些攻击上的变化，是他因为斜线上刚已经打2颗了，那自己也会意识到说，那人家可能就会往斜线来做一个拦防，那他这一颗就蛮聪明的，就往直线去做一个突破。大寮这一局也是取得了遥遥领先，发球是直接稳定哦，且发球得分。在接发球这一环呢，当然现在这个击碎交战你了，就是说您觉得要让后面就两个球员接发就好了，还是说三个球员这样？以前大部分都会用 W 跟 M 字型的接发球，那因为现在 W 型跟 M 字型的一些两个人交错太多了，就是前后的交错，因为然后所以现在大部分其实都会用三个人来接发球，对，成一直线，那就是每个人其实就是一个直线前后的一个区块，对，会也会比较清楚，那但是相对的接发球能力也要好一点。对国中，从下午他们练球以后呢，大概每天呢3个小时的练球，晚上呢晚餐之后呢就留在学校晚自习，所以整个排球队的生活也是很有规律。是，那同时课业方面呢也能够跟得上，各方面的教育都有。哎呦，子嫣再次发球得分，哇！有的时候可能前排也要注意接发球。是。因为有时候真的很短，对，或者触网的球，是，因为他现在就是发在佳安的后面，后面，对，让佳安接了，其实他就不好攻击，那后面其实也会被他挡到。对，佳安中间3号位进攻带切，可是守了起来，再来可能还是佳安吗？中间佳安换到了右边2号位，这个长攻被自由球员守下了，直接扣球。再来跳一次，嘉怡，嘉安攻击突破后防，哦，佩珍守起来了，而且能够救回来，赶快要发动快攻，还是嘉安，还是嘉安，太辛苦了。左边蔡一杰，还有没有落地？又是给嘉安吊球，转身回防，拖到后面是对的，直接跃起来攻击。垫高还没有落地，再继续处理，最后一集会不会出现呢？佳安重扣，来，仍然被守了起来，一杰守起来，再来看看击碎这次的进攻，其实左边也有同学在准备啊，斜线攻击扑倒，精彩，还是佳安，又是佳安重扣，还有啊，为了9牛2虎之力啊，佳安可能也只能用走的了。佳安已经打了7、8波，真的。哦，这时就是呼吸。不过球员在场上
看到球就是跳起来，是，而且其实越没力越要用力跳，要用力跳，对，所以在训练的时候很喘，然后要演出一副不喘的样子，不然可能会训练的更多。好，这些教练都很精的，是，就一节攻击在左边已经靠网了，小心处理触网，拦网的触网。这分的是积水国中得分，慢慢的在第二局看能不能再靠近一些，追成了10-20。几个国中二年级的积水国中的同学还敢打啊，15号蔡兴元，接发球被破坏，发球得分呢，谢佑珍举球员。好，彩英教练还是决定叫暂停，虽然目前还是保持稳定领先，接发球是正面接比较好吗？当然如果尽可能的话是正面接，因为身体重心的话可以去挡那个球的力量，那如果手跟身体是分开的球一接的话是很容易喷掉，尤其是当来球是有质量的。你不要只有一条路，你这边被人家守到了，你下一个你要做什么？掉吗？你每个都飞到7公尺，你不能掉吗？暂停时间到。来，来了，再来，来，到！大寮国中的同学也是训练有素啊，中山工商哦提供了很好的协助哈。是。一个体系下来，从国中开始就照顾这些选手。是，没有错。营养啊，还有。学业课体育专修班哦，暂停之后能够得分差一截，对教练的期许有所回应。即使是嘉恩过来拦网，可是如果慢的话还是可以挑战，对，没有错，位置没有卡对的话还是很有机会。林佳瑶发球的出界，不过大寮还是保持稳定的领先，21-12。哇，佳瑶记录上他有178公分，是也是比较高大的举球员，对，他应该是全队最高的，是个全能球员，对。快攻到后台，杨美仪，杨美仪身高170公分，快攻手。同时他的发球也不错，下一节的发球右边直线，可惜出界。14号的李云婷，15号的蔡兴元，都是二年级的同学，积水今年以二年级的同学为主，是明年也是相当有机会，是嘉安则是3年级，跃起攻击是12号的林宇杰，这一次攻击的得分，前一节修正球就包括抓那个时间也不太好抓了，对。单号手的修正球就是要跟对方拼了，对，所以他通常都是会全速冲进来用力打，那打的弱点其实就是像刚刚那个彩莹老师讲的，你在打每一个球的时候其实你会设想到你下一步应该要去做什么，所以他打的点其实在前面的时候他就大概有一个概念想好了，直线这个弱点还是拿下了局末点呢，那又是小钢炮的陈以杰的得分，在第二局比赛，大寮以25-12拿下，目前是以2-0领先的积水国中。107学年度的国中排球甲级联赛女子组的季军战，大寮现在来到了胜利的边缘。
好，国中排球联赛甲级联赛的女子组的季军战呢，来自高雄的大寮国中，目前是2-0的领先了台北积穗国新北的积穗国中。那在第二局的比赛呢，看到大寮国中的得分是25-12，啊，各方面的数据都比对手要出色，攻击得分呢更多了有10分，篮网得分呢也多了1分，另外发球的得分呢是甚至是5-1的领先的优势。所以整个打顺了以后哈，选手磨合得更好，那就照这个节奏来这样哈。是是，如果照着现在的节奏的话，应该3-0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嗯，有这个气势啊，以及选手他们的训练哈的表现呢，也都相当稳定。嗯，其实教练都会希望说选手正常表现，其实几乎都会赢球，就是很担心他们输给了自己。OK， 对，这次紫嫣少旭的话，这个膝盖或者背飞没有得分，在左边蔡一杰，哇哈！整个身体很伸展，微背哈也。越打越用力，打顺了之后就放开来了。选手也会，肾上腺素也会起来。是，而且有时候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还会对自己没有这么的有信心。那打下去的时候，会发现，哎，我可以，而且这个点是可以得分的。然后他就会一颗两颗，然后越来越用力打，越来越有信心。在第三局的比赛呢，大寮又是顺利的领先。替补球员那个吼叫声好大，你没有练那个肺活量呢？他们跟场内是一体的。一体对。右边李云婷被拦到，在左边的蔡一杰稍微慢一点点转直线了，也很线内哦，好球哎。蔡一杰有大将之风，对，一杰他起来的攻击那个手很特别，手腕都喜欢转一下再出斜线或直线，真的好。对，他起来的时候手腕会这样翻转一下，这样啊，对，翻转照说应该是斜线才对，这是他每个人的一个习惯特色。对，面对嘉恩的攻击慢一点起跳，抓到了一点，可能还是给一杰修正球，在左边这次还有大寮，看看快攻哦，第二球偷袭，加油！他的身高当然是可以这样做了哈，但是他没有这么的靠网，所以他直接往下的时候其实还没有越过网子，他如果靠网一点直接往下的话是没有问题，还有他的身高来讲的话，对，所以也要看球的位置了，是。这跟经验有关的。确实，中山工商这个，像刘玉纯的话也是重，或者甚至，刘玉纯他也是比较高的这种球员哈，但他也能够进攻哈，是，也是全能球员型的。嘉安这次中锋被拦到，在左边呢又是蔡一杰哦，挑战廖嘉安。考数据，现在呢，蔡一杰个人已经是拿下了19分。第三局的比赛还是黑色衣服的大寮国中以5-1领先，积穗叫暂停。都是在比斗志哦，都会分布好选手，说你打哪个位置，打几颗之后应该掉哪个位置。对，都是在斗志。斗志，对，在场上那个感觉又可能不太一样。那另外就是这些同学都是很年轻的哦，经验没有那么丰富，也不用想太多这样。接发球被破坏，而且被挡了一下，怎么能够修正？安全球过来是靠网的球。做一个快攻，
跟美宜的搭配，拦网拦下来，垫高，可能再给廖家安吊球，注意在左边来，最后一节吊球落地得分。也多次的这种抢扣，是那使得防守可能都要稍微注意后退一些。佳安听错指令了，刚刚教练一直说打完之后要掉四号位，他掉中间，所以没有效果。那这样等于手腕要又转一下，嗯，因为其实教练看得很清楚，四号位这个人是退位的，对他就是想要像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起跳时机也是抓得蛮不错的，是九号的杨美仪。杨美仪很可惜，对，这个时间点过了，对方就已经发现，已经下达指令要掉那个地方了，所以敌队就会去注意跟去处理这个球了。时机点很重要，看能不能再有一些变化。所以长攻球扑了下来，蔡一杰守到，好，最后也是及时的黄佩珍的处理。第一次进入暂停，大寮是以8-1领先的积水国中，这是107学年度国中排球甲级联赛的女子的季军战，黑色衣服的高雄大寮国中领先。休息一下。好，在北师大的天母体育馆，这大寮国中呢目前是占据领先的一个优势，面对的是新北的这个积水国中，也是排球界的朋友，大家也都来到球场了，等一下还有女子的冠军赛哈，是建国国中要对战双十国中，是，然后男子的冠军赛呢也要登场，礁溪国中第一次打进到了男子的冠军赛。哦，最后决定上手接发球，好，最后掉到后排，张嘉恩的得分，张嘉恩目前攻下了四分，发球也是不错的，接发球也蛮好的，嘉恩的发球，注意到是杨美玲。拦网还没有落地，杨美仪啊，姐妹两人把这个球守下来。中间吊球，廖家安no in。我想没有掉，对，想掉四号位这里。这个球如果掉过来，其实有人注意，几率很高。OK， 对。哦，对，真的，陈一杰，不过陈一杰已经过来了。对。但是那个点他如果冲过头很容易过网，所以不好接，是上手接发球发生失误，蔡一杰得分。蔡一杰身高170公分，一般大寮都站得很后面来发球，是因为他希望做一个强力发球的一个动作，然后所以球发得很高下来，加重速跟力量的下来的时候，其实球是很重的，不好接。
是看起来不是很快，对，还是很重，但它下来其实很重，所以如果重心没有去准备好的话，球就会喷掉。OK， 强球容易出界，廖家安个人第二次的发球的失误。积水国中以二年级的学生为主，大部分明年还是相当看好。是靠网的球了，举球员也是二年级，右边佩珍进攻处理，再来一次修正到左边来给新元蔡新元，陈义杰攻击，哦，自由球员守住，周诗婷后排的处理，哎，应该是有机会的，就到了蔡义杰，不过张家安打点成功。刚好一杰往重心往右边这边移，是他也稍微犹豫了一下，因为他想说一杰会不会出手。哦 ，OK， 接发球到位，被飞紫嫣单脚攻击得分。今天完全拦不到紫嫣的一个球，也守不到。173公分，那加上这个弹跳。右边这是给新元的攻击，在左边以杰吊球，再垫高后排帮忙处理，点的位置还不错，佩珍哦，陈杰过来，那击碎没有办法了，就只好想办法吊球，强攻已经没有办法突破。是5-12，击碎目前还落后。第三局的比赛，发球是蔡新元，左边一杰过来被守了起来，接着吊球，一杰守住，再给中间这里紫嫣，紫嫣还是背飞好，左边一杰斜线走，赶快，还有就到了，啊，好，由大寮国中拿下了这一分。奋勇的救球的精神啊，教练也是给予肯定。积水国中，国中选手的阶段的力量还不是很强，对，各方面其实都还没有这么的成熟。嗯，方向也是四级球，大寮继续保持稳定的领先，14-5。大寮以这批的这个三年级的学生呢，是准备要挑战这种冠军赛的，是原本其实是势在必得的。对，不记得是不是先领先的？对，对双十的时候哈。对，一二局都是先领先的。蔡义杰攻击的得分，蔡义杰现在个人已经攻得了22分。是。如果今天的表现是在前天对双十的话，那应该就有的机会啊。15-5，上手的接发球，积水国中的刘孝轩，由大寮国中呢还是取得了领先。第二次进入暂停的时候，一样是拉开了领先的优势，16-5。第三节的比赛，季军战，女子组甲级联赛的季军战，休息一下。
吉水国中目前是处于落后哈，不过这一批大部分的是二年级的同学，就是八年级的同学，没关系，继续的努力学习经验，吸收养分。是。那彩莹教练所领军的大寮国中，这场比赛掌握了优势哈，选手的成熟度啦，稳定性的都比较好。是。那吉水国中他明年应该是可看性还蛮高的，因为都是二年级的选手。对，升上来有机会挑战大寮啦，哈，双十建国。左边，哦，卡哇都精彩哦，杨美玲，而且现在换上了替补的七号哈，是陈思雨。左边攻击击碎啊，把士气打起来，能够得分都好。张嘉恩的得分。那大寮现在他也换了两位的一些二年级的选手来为明年做准备了。对，七号的陈思雨也是二年级的同学。其实陈以杰也是二年级。是。陈思雨加压敢打不简单喽。二年级生，等于是国中二年级，就八年级生。是，也许明年就是他的舞台。有机会哦哈，身高173公分，目前总得分呢是来到了18分，加这一分19分。紫嫣发球，过网击碎。紫嫣的发球已经得了3分，这场比赛。他的拦网也是表现得很好，今天的快攻的攻击成功率相当高。是。左边直线界内哦，敢打哈，张嘉安。今天或许在外围攻击方面呢，是这个张嘉安呢算比较稳定的一个。是。拦网时到底要离标志杆多近？那要看教练他射的一些，对，有时候是右手卡球，有时候是左手卡球，那可能就针对后面的一些步伐来做一个设定。OK。哦，倒是继续能够连续的得分了。张嘉恩的身高呢只有162公分，但是还敢打哈。嗯。协调性和这些瞬间的爆发力，打点的成功。8-18，放开来，接发球到位，背飞是哦，是美，哦，这回又被击碎拿下了这一分，廖嘉安的得分。这时候彩英教练如果可能了哈，就是再丢一分，他可能会叫暂停了。对，或是也许会换成三年级的主力上来，再上来。对，现在。包括就是易杰啦，还有佩珍，现在都下来了。发球失误，挂网。12号的林宇杰，林宇杰是三年级的学生，12号。有可能是最后一场比赛哈，那个高三国中三年级的学姐，是也是会在场上。是。刚刚是有把杨以婷换上了一阵子，是现在再把这个佩珍换上来。左边这里中间要加安，有人看吧，注意垫高右边跨步球，黄佩珍动作也做了蛮完整的。是佩珍他本来就应该有这样子的水准跟表现，身高177公分，条件不错，总得分71分。4号的黄佩珍拦网是排名第8，另外攻击的准确度啊，攻击率也是排名在第8位。是连续两局都逆转胜，发球是我们的武器，我们先把一分拿回来。第一颗敢打吗？十颗就好。刚敢打。哇，10分20，第一发球。我们把重心放在发球上，不让他们接发球。最后一段呢，就是，或许落后了，不容易追哈。不过就是还是努力。对，那教练就下达了，我们就拼发球。拼发球，对，以发球为主。对，等于说这一分要回来以后呢，就是发球就给对手加压，是看能不能
做到了接近啊。是。哎呀，接发球出的状况。没关系，继续国中啊，再继续来尝试接发球。发球就是六号的佳瑶，洪佳瑶，高大的举球员。接发球比较好一些，中间廖佳恩的攻击得分。好，现在看击碎的发球会不会也带来压力。廖佳恩这场比赛参考攻得了13分，他的攻击还是有他的破坏性在。也是哦，在他将来还是发展为快攻手为主吗？您觉得？还是机会也许会比较大一点。大一点，对。张佳恩的处理，再给左边，来陈思雨进攻，有七号。还有佳安哦，守住了一劫。哦，思雨也是处理球还不错。是。看看有没有快攻的机会。时间差，中间给佩珍攻击得分。对。来回球的时候就可以，而且防守好的时候就可以有效。对，就希望用一二时间快点把它解决掉。对。王佩珍这场比赛攻得了6分，哇，网击坠了，真的不太好接的样子。您是新援攻击，在左边一截吊球爬了过来，修正再来一次，都是8年，哎，掉了位置，尴尬就是。是最后这一段时间还是稳住了哈，还是把蔡一杰换上来，是主力在场上。对，也可能就是2年级的学妹的防守各方面可能还没有这么的好，让一杰下去帮忙做一个接发球跟防守的协助。是，跃起斜线，陈一杰，他手腕啊，是用得非常好。是。他很专注在每一个球上，我说他表情都是一样的，很认真，对，非常的认真。跳起来的时候还是看球，对，跳起来还看球。靠网球压下来，但是是连击，来到了这场比赛的赛末点，24-21，大辽领先。这是国中台球甲级联赛的女子的季军战，黑色衣服的大辽来到胜利的边缘，右边篮下落地攻击得分，15号的蔡欣媛得分。稳定啊，在大辽在城市的接发，蔡欣媛这场比赛攻下了3分，她总得分47分，发球发现7分。斜线进攻，比赛结束，陈宇杰拿下了赛末点，宇杰这场球也攻得了9分，是，最终大辽还是直落山呢，获得了胜利。有时候一个队伍呢，这个任督二脉打开了以后，就好像比较顺了，后面对对，那个整个算气势吗？整个球队的气势上来的时候呢，其实真的是越打越顺。那今天宇杰真的是打得很棒哦，不知道有朝一日是不是也可以像婉瑜一样小钢炮。对，真的。那另外这个3号的蔡宇杰今天也是，成功率也是相当高哈、哦，是，对，敢处理球哈、哦，是他的斜线跟直线打得非常的好，而且自己的策略也算得蛮精准的。个人攻得了22分，也是两队得分最高的球员。是。另外，当然紫嫣一开始的时候的快攻以及他的这个背飞，也让人印象深刻。对，他今天带领的球队打开任督二脉哦，因为从他开始单脚背飞的一个突破之后呢，那整个佳瑶呢一个快攻搭配或者是时间差甚至长球呢，其实就开始越来越活用了。至于在积水国中方面是，有些2年级的，就是8年级的这个同学，是，
当然佳安呢还是得分最高的球员，佳安是攻得了13分，那佳安也许值得期待了哈，就是他的条件是不错的。是佳安其实今天的表现确实是可圈可点，而且他的中间的一个半场短的球他打得非常的好，有时候右边有时候左边那个手腕的运用的非常的好，而且打下去的球是非常有磅数的。那比较可惜的是说可能球队就是他一枝独秀，所以撑的是稍微比较辛苦一点。那当然其他的球员呢因为是二年级所以毕竟比较小，但是呢表现上也是算还可以，那就是也期待他们明年的表现。好，积水国中呢对大寮国中的比赛呢，最后黑色衣服的大寮国中呢是以3-0呢击败了积水国中呢，获得了107学年度的国中排球甲级联赛女子组的季军。那么稍后呢还会有女子的冠军赛了，建国国中呢要对战双十国中。美静老师，您觉得冠军赛的话比较看好哪一队呢？冠军赛好像五五坡，哎，对，现在要看选手呢他临场的一个状况跟表现呢。对，那就看他们展现他们的抗压性是如何。好，更精彩的冠军赛啊，包括女子的冠军赛以及男子的冠军赛。男子冠军赛北安呢对蛟西啊，蛟西首次打进到男子的冠军赛，也是很值得期待。那蛟西除了国中打进冠军赛之外呢，另外像瑞安高工啊，瑞芳高工，对不起，瑞芳高工呢是也有不少蛟西的同学升上来的哈，那今年也打进了4强哦，所以真的宜兰蛟西的排球种子哈，现在是接近开花结果了哈。是是，因为蛟西其实他的基础呢都打得蛮好的，那他的国中其实像在2-3年前呢，其实也在甲组里面打了第8名。对，那其实男女生都打得蛮好的。那我们安乐高中其实也收了那一批的女生，所以我们也有机会晋级到第7名。对，所以蛟西的一些基本动作其实确实是很好。OK， 好，真的，也谢谢这些基层教练哈，他们的努力辛苦哈，是，而且长期的哈在培养哈，屏东啊、宜兰都有排球的种子。好，那么这场比赛最终黑色衣服的大寮国中呢，是以3-0呢击败了积水国中，获得了107全年度的国中排球甲级联赛女子组的第3名。稍后呢，则是冠军赛要登场哦，建国对双十精彩的对抗哦，千万不要错过。那谢谢美静老师，谢谢主播，谢谢。稍后冠军赛再见，谢谢。